就像和那个什么差不多，快乐就像快乐就像，让我讲给你听啊。最近发现了一家特别好喝的咖啡，叫专属咖啡，这是我自己泡的美式，然后这是我买的瑞幸的气泡咖啡。那么现在就开始欣赏一下我的穿搭吧。这件裙子我很喜欢，这是优衣库的上衣和半身裙，还有这个随便买的，每一套都很喜欢，每天上班心情非常的好。这个是我们家楼下的蔷薇，它们都开得非常的漂亮，让人的心情非常的好。中奖了，就是那天吃的羊肉串，那晚的月亮好大好圆呀。Nice. 下期再见，拜拜。